绯闻女孩布莱克莱弗利想学中文拍中国戏。近日因拍摄绯闻女孩而一跃成名的美国时尚界第一美少女布莱克莱弗利亮相上海，出席某知名品牌的商业活动。作为如今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女星，布莱克莱弗利初次来到中国也受到了许多影迷的欢迎，而她也表示中国有许多不错的导演，自己也希望与他们合作，只是在合作之前她需要花上点时间好好学习一下中文。